不知道一辈子只有一次的抓之后先闭眼睛。好，等一下拿到什么就揪什么、哦。好，好，1、2、3，好。这个长长的，这个短短的，什么长长的？有什么？我要长长的东西。这是什么？这长长的。这是什么？好了。好。这是什么？这个应该是听诊器吧？啊，好痛！这应该是那个听诊器。哦，所以你是医生。我是医生。那我这是什么？重点的吧。这看起来像花生哎，如果是吉祥的寓意，应该是果实累累。我很会生的意思吗？多子多孙多福。很多作品，很多作品，很多作品。Hello， 我们是不知道，我们是阿凯，我是李敖，我们现在人在台南的如今堂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去年的今天是你的侄子出生了，所以呢，今天是他满周岁的日子。时间过得这么快，真的，我的老化速度也会这么快吗？你都要35了，不要让我在一片开始就骂脏话。好，那按照古礼来说呢，满周岁的时候，我们要带他来抓周。抓周就是抓到什么就可能会是那个职业吗？应该说就是，我觉得是给予小朋友一个好好的祝福， oh. 然后可以祝他平安、健康、快乐的长大。但现在在台南如今堂呢，他们有一整套的古礼抓周。那如今堂它本身就是一个古迹。然后就是以前是有钱人家的家，算是首富，没错。所以呢，就是来这边抓周，有一种就是爱慕虚荣的感觉，也不是，就是希望小朋友未来呢能够健康平安，多发财。看这里，如今堂的尊荣抓周，今天是汉汉小宝贝的抓周仪式。小时候真的是，我也好想要有这个东西。你应该会抓。你不要怎么乱讲话。你应该会抓一些就是键盘啊或是需要剪片的东西吧。是我们动《繁花》竹叶的床。哇，所以我要上去滚一滚吗？它是请勿触碰。快点回来，快点回来，他们要那个了。哎、欸，不是要跟我动《繁花》竹叶吗？没有，我先小朋友要抓住可爱。啥？小朋友要跟我动《繁花》竹？你才是小朋友吧，咱们一起抓、啊。我想要想要衣服，然后裤子，然后鞋子。啊，然后它都会是老虎的图案，因为虎也是小朋友的守护神吼，所以不会因为生肖更改哦。我们就是一律都是传统习俗，传统。要在这里换是不是？对对对，大庭广众下换衣服哎、欸！哇，更衣秀，更衣秀，还你要换？我大庭广众吗？不合理吧？你多久没回家抱他了？我上次回家应该3个月。天哪，他刚出生的时候。来抱抱，抱抱，抱抱，九九抱抱，九九抱抱，九九抱抱。李欧，还是我来，我看看。九九抱抱，九九抱抱，来，陌生人抱。你也是九九啊？你也是九九啊？哦，哦，结果要找阿姨吗？反正我排球给他抓抓看看。啊，没事了，没事。居然是选阿姨。抓抓吧，没事啊，没事啊。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哈要不要？看到妈咪了吗？都是的呀。好好玩哦，小时候的东西耶。好可爱哦。来，一、二、一，
佛身在想平安来，三秋金锣宝开怀。他现在在逗小孩，其实值得拍的是他们逗小孩的方法。哎，你有这样子，然后真的打到小孩的婴儿的脸过吗？抓周抓完了，虽然在一个惊天动地的哭喊叫声当中，他抓了三个，第一个是算盘，第二个是金元宝，第三个是罐。为什么会马上有这个东西出来？很厉害，对不对？就是他们刚刚马上就输入出来，然后所以早就预测好他会抓这个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他刚刚才去输入的，就是会给一个这个纪念证书，对他每一个都有自己的寓意。算盘呢，就是精打细算大企业家；金元宝是大富大贵、财源广进；官印就是位居要职的领导者。天哪，立法委员！哇，对，就是呢，这边就是一系列周到的服务。虽然呢，整个过程看起来有点……你听到这个哭声吧？他说有小朋友一直哭的，然后有小朋友抓到睡着的。我觉得就是每一个人怕不怕生啦。哦。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蛮好玩的回忆。全家一起来了。对。我觉得厉害的是他们很会有哄小孩的，他们很会哄小孩的招数。嗨嗨嗨，我是舅舅二号，我是舅舅一号。我们现在要录祝福话给你。对，希望呢，你可以身体健健康康、平平安安。想要做什么，就是开开心心的最重要。然后你永远不要忘记有一群家人在背后守护你，所以如果你以后看到这支影片有任何需要力量的时候呢，就把这个影片看一下，然后希望你可以获得满满的力量，继续往前。我们爱你哦。今天呢，这个就是汉汉的满一岁的抓周记录，大家可能可以看到他一直在哭哭，好累哦。我觉得我老了十岁。对，那因为其实每个小朋友的个性本来就不一样，因为汉汉本来就比较怕生一点这样子。然后呢，就是大家如果来卢金堂抓周呢，可以另外架构，就是这个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？
它上面是藏头诗，是由就是安平这边在地的老师，然后用家长的名字去写的一个藏头诗，然后还有宝宝的名字，这样子就是没有我们的名字在上面的。对，因为最多只能写四个。啊，真的吗？对，我写了我大姐、我姐夫跟阿妈这样，还有他本人。这都是我们的话，就会有银瑶、银瑶、建宏，然后是作为排头的那个。对，没错。好累哦，还要做这种就是写诗这种事情。那你有想要为了这个生个宝宝吗？不要，玩别人的小孩就好，我玩贾斯汀的孩子就好。好。那其实呢，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回忆跟记录啦。对大人来说啦，小朋友的话，我觉得是长大懂事之后再看这支影片，他应该也会觉得说，哎，原来我以前做过这种事情。对，没错。而且他今天抓到什么元宝什么，哇，接下来要切蛋糕了。哦，因为毕竟就是庆生嘛。没错，他就是满一岁的生日。好啦，祝你生日快乐！不知道你懂事之后会不会看到这支影片，也不知道那时候 YouTube 还在不在。对，但不管如何呢，我们两个舅舅呢，都希望憨憨呢可以平平安安、快快乐乐、健健康康的长大。那希望看到这支影片呢的大家呢。我们希望也把这份祝福送给大家，因为毕竟现在是过年期间，也是要祝大家新年快乐。对，龙年对不对？对，龙好你赚，好不好？龙赚大钱，龙好你爽歪歪，龙好你健康。对，喜欢这支影片，不要忘记把影片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人看到，也不要忘记按赞、订阅、附上 FB、YouTube 以及 IG， 并且加入我们的官方 LINE 账号。好，那么我们的夫妇日常现在是新年，大家好好过，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。